觉得滑冰好玩还是上学好玩？滑冰呗，上学能好玩吗？除非得个奖状啥的。I'm Andy. I'm eight. 滑冰会给我快乐，会学到新的动作，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兴奋和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潜水行，因为潜水行很快，我喜欢快。害怕吗？不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带着护具。哦、OK。有的时候会摔倒。那你摔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啊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这课最终还是得上的。你学了多长时间了？一年多了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想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呢，还是说把它培养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呢？培养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就行、是。那你为什么不想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？因为要照我这样下去也不行。我觉得你行。是吗？When you are big, would you like to ice skate? 我长大之后，我想培育我的孩子呢，一起滑冰。因为呢，既然我学会了滑冰，那我应该把这个知识传给我的孩子。My name is Benson. I'm 8 years old. 8 years old. Do you think you can teach me to ice skate? Yes. Yes?